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妹公主啦。今次我去蓝田嘅收获啦，咁就去格仔铺，一间格仔铺就买咗个公主嘅香水啦，就系茉莉花味嘅，咁就系58蚊啦。咁我就买咗1、2、3、4张嘅分张卡，咁就系4蚊嘅，系啦，4蚊啦。咁我就慢慢介绍翻啦。首先有呢个啦嘅公主啦，咁我都好中意嘅。咁第二张就系 Fosun 啦，咁都几靓嘅，系啦。然之后呢个都系一个公主同埋王子嘅分身，后面都系咁一样嘅。然之后有个唔知咩公主啦，我睇到长发公主，如果冇记错嘅话。然之后买咗张小妹嘅力嘅卡啦，咁就50蚊嘅。好啦，咁下次见面再同大家再见啦，拜拜。